한국과 중국 간의 통화 스와프 만기 연장 합의를 계기로 우리 정부는 다른 분야에서도 한국과 중국 간의 교류 협력 관계가 조속히 활성화되기를 기대하고 있습니다.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华文大直播，我是谢亚芳。 中韩两国商定续签货币互换协议由此10号到期的中韩货币互换协议延长到2020年。那么韩国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希望两国续签货币互换协议成为中韩关系发展的契机。那么更多消息，我们立刻来看今天的焦点直击。 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的军方代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会议期间，就全球与地区反导形势举行联合吹风会，敦促美韩撤走萨德系统。中方代表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周尚平表示，反导问题对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和平与安全、军控与裁军进程有着深刻、长远的影响。 他指出，发展全球导弹防御系统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谋求自身绝对安全，必然恶化国际安全环境，破坏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引发对抗，甚至军备竞赛。周尚平表示，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将严重损害中俄等国战略安全利益，强烈敦促美韩重视包括中国等地区国家安全关切，收回错误决定，撤出相关设备。 俄方国防部代表叶利梅亚诺夫就指，美国及其盟友在反导领域的活动令国际安全形势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在俄美共同裁减和力量的同时，美方发展反导系统打破了全球战略稳定基础。他批评美国旨在针对俄罗斯与中国部署全球反导系统，将逐步破坏国际安全体系，引发军备竞赛。华为视综合报道。 澳大利亚韩国外交与国防2+2双部长会议星期五在首尔举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晓普赞扬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同意对朝鲜进行严厉制裁。他并认为解决朝鲜问题不需要通过军事手段。13号，第三届澳大利亚韩国2+2双部长会议在首尔举行。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晓普、国防部长佩恩同韩国外交部长康金和国防部长宋永武共同探讨了澳韩双边军事合作和朝鲜核武威胁等区域内安全问题。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晓普和国防部长佩恩在访问韩国期间，还前往了韩国和朝鲜之间的板门店共同戒备区进行了访问。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晓普在韩国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世界各国对朝鲜的外交和经济制裁是有效的。他认为，解决朝鲜问题不需要通过战争。 There is a collective strategy to impose maximum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through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means. An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no need for military options and that through this pressure campaign against North Korea, they will be deterred from carrying out any further illegal tests and will be compelled to retur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在采访中，毕晓普还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继续对朝鲜进行制裁。他并高度赞扬了中国和俄罗斯近期以来对朝鲜进行严厉制裁的努力。China is taking a more active role, and we welcome the fact that China is now fully implementing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that China and Russia joined with the other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in imposing the toughest and most comprehensive set of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to date. 日前，前五角大楼官员访问澳大利亚时告诫澳大利亚政府，朝鲜的导弹是有可能攻击到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有必要建立更为有效的反导弹系统。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派恩在近期也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考虑升级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防空驱逐舰，其中包括了导弹防御系统。凤凰网记者杨海英、王小凡，悉尼报道。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正在不断的提升。有澳大利亚学者认为，澳大利亚经济的持续繁荣也是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目前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策略也产生了世界经济的新模式。现在就带您看本台制作的《辉煌的5年：中共19大前瞻》系列报道。 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也在不断的上升。
澳大利亚著名战略学者苏特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同时，澳大利亚的经济持续25年来没有进入萧条期，也是源自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中澳经贸关系的紧密联系。Australia has gone through the longest consecutive period in world history of a country without a recession. The reason for that is that China has provided so much growth opportunity.China has helped Australia maintain its record for having a good economy. 苏特博士在采访中还表示，随着中国经济体的不断扩大，世界经济重心已经开始从美国逐渐向中国转移。目前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的策略也产生了世界经济的新模式。So the Chinese are offering a new economic model. I think it's a better economic model than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So I think the Chinese are not only doing good work at the level of infrastructure, but also at the world of economic theory, providing a different economic model, which will help the world because we need more long-term thinking. 澳大利亚著名战略学者苏特博士在采访中还认为，在未来世界经济新的格局下，任何一个有智慧的国家都会抓住同中国共同创造经济增长机遇的良好时机。互惠共赢、共同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理念将会成为21世纪国际经济合作的典范。凤凰卫视杨颖、王小凡，悉尼报道。印度外交部星期四晚间正式任命班浩然为印度驻华大使，接替现任大使顾凯杰。根据印度媒体报道，班浩然是为数不多的中国通之一。他学过汉语，1985年到1991年间在驻华使馆、驻港领馆担任外交官，还做过广州总领事，并曾经在印度驻华大使馆担任二把手。班浩然还担任过印度驻不丹大使。好，继续来看今天各地的重要消息。我们要把现场请出北京直播室记者陈琳以及台北直播室的彭诗婷来为我们报道。首先把现场交给陈琳。好的，雅芳。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在国新办举行记者会，表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内地进出口同比增长16.6%，显示外贸持续向好。请看报道。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表示，今年前三季度全球经济温和增长，国内经济稳中有进，推动我国外贸进出口持续向好。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16.6%，其中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显示贸易方式结构有所优化，民营企业增长比重提升。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前三季度对传统市场进出口全面回升，与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快速增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发展和国际产能合作的稳步推进，为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前三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20.1%，高出同期我国进出口增速3.5%，对整体向好贡献明显。海关总署预计，中国四季度进出口总值将继续增加，全年进出口总额有望实现2位数增长。2016年，我国进出口呈现前低后高、逐季回稳向好态势。相比上半年，今年下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基数抬高了21.5%，其中四季度高于三季度8.2%。在去年基数偏高影响下，四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速仍可能高位趋缓。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朝鲜进出口为40.3亿美元，同比增长3.7%，增速较前八个月放缓3.8%。最新数据显示，对朝进口连续7个月下降，9月份降幅接近40%，其中煤炭、铁矿石、服装等进口值均线下降，没有水产品进口记录。凤凰卫视刘健北京报道。中国证监会在周五公布近期作出的4宗行政处罚案件，分别涉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内幕交易等等。
其中山东卧龙因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违法减持，被罚款和没收共计1.2亿元人民币。请看报道。在周五公布的四宗案件中，包括了一宗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及内幕交易案。在此案件中，上市公司山东卧龙的控股股东、董事长、总经理滥用信息优势和控股地位，在公司重大亏损内幕信息发布前抛售股票。中证监发言人常德鹏对此指出，行为鱼肉市场，情节恶劣，严重侵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依法对其处以罚没款，总计约1.2亿元。对于类似的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违法减持甚至清仓式减持及相关违法违规行为，我会将重拳治乱，严厉打击，同时警示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监高应谨记并严守现行法律框架下的权利责边界，凡是敢触碰资本市场底线红线的，必将付出沉重代价。常德鹏还在记者会上公布了2017年对律师事务所从事 IPO 业务的专项检查情况，其中发现部分律所存在内部管理松散、不注重风控制度等问题，决定对8家律所10名律师出具警示函，对3名律师采取监管谈话，并对1家律所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常德鹏表示，下一步监管层将加大对律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监管执法力度，对相关业务实行常态化、全覆盖的现场检查监管。凤凰卫视你想问叶博健北京报道。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刘杰一为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免去张明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以上是今天在北京带您关注的政经重要消息，现场交回香港雅芳。好，先谢谢陈琳的报道。那么继续要来看台湾方面的重要新闻，把现场交给台北直播室的世婷。好的，雅芳，台湾领导人蔡英文12号宣布二度任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特使，并称愿意与大陆进行善意互动及合作。绿营人士就认为是持续向大陆释出善意，但是评论则解读宋楚瑜在任特使也代表着蔡政府或者是民进党内没有可用的人选。来看报道。台湾领导人蔡英文12号宣布，本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经济领袖峰会将再度由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担任特使出席，并称愿意在 APEC 架构之下与大陆进行善意的互动与合作。绿营人士认为，此番言论和安排是蔡政府向大陆释出善意。我都会把它视为是抛出善意或者是累积善意的一种说法、一种态度、一种橄榄枝。那我们也派出宋楚瑜，应该也是中国可以接受的人，那是不是在 APEC 的这个场合上，也许两岸能不能有一些缓和解冻的现象？宋楚瑜第二度出任特使，在台湾政坛原本的预期之中。评论认为，因为蔡英文政府或者民进党内没有更好的人选，所以当然对蔡英文来讲，在找不到人的情况之下，蜀中无大将嘛，廖化做先锋嘛，那宋楚瑜当然就成为廖化了。蔡英文能够用的棋子不多，那在有限的棋子里面最有用的棋子大概就是宋楚瑜了。好，那蔡英文认为说宋楚瑜至少跟他的配合度是很高的。宋楚瑜出身蓝营，但近年和民进党走得近，加上娴熟的政治手腕，也被认为是蔡政府连续2年安排他担任特使的原因。凤凰卫视林清明、陈建达台北报道。好，再来关注的是台湾退役上将、现任退伍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委李祥宙，12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遭到国民党立委批评，退出国民党是为求官，自认受到侮辱，愤而向行政院请辞，但随即获得慰留。来看报道。台湾退伍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祥宙曾经官拜上将，担任马英九执政时期军事部门副首长。蔡英文政府2016年延揽他进入行政团队，他过去是国民党党员，12号在立法院遭质疑为了求官放弃党籍。所以你为了进民进党当官，你放弃掉国民党，对不对？是。就是这段画面引起台湾政坛轩然大波，但李祥宙认为遭到扭曲，宣布请辞。过去我没有求官，未来我更不会求官，
所以自此刻起，我辞去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李强昼请辞后，所有的公开活动全数缺席。13号的立法院总质询也请假，行政院长赖清德已经表态未留。他感觉上是觉得遗憾，啊，就是说他一身戎马，功在国家，那么在这个年纪出来，完全是为了要服务人民，没想到这样的心情来到立法院，被误解，所以他有一点挫折。如果觉得这个位置到目前为止不适合他，那我觉得有军人的风骨离开这个位置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国民党立委认为李祥昼请辞真正的压力恐怕是来自于日前退辅会底下为照顾荣民子女而设置的财团法人荣民农眷基金会选举风波，以及未来蔡政府要强力推动的军人年金改革。凤凰卫视林奇明、杨文尚台北报道。好，以上是今天台北一站的重点讯息，接下来把时间镜头交还给雅芳。好，谢谢诗婷在台北以及陈琳在北京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继续来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五出席创新科技论坛开幕式，并参观第37届的这个秋季电子产品展。他呼吁社会各界与政府共同促进创科产业发展，并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带来的机遇打造国际创科中心城市。林郑月娥在2017年创新科技论坛开幕式上详细阐述首份施政报告中有关促进创新科技的内容，并表示最终的发展成果取决于措施是否能够被高效快速地落实。她呼吁社会各界积极配合政府，共同促进创科产业的发展。An innovation-driven economy will help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Hong Kong and drive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We need all the stakeholders.That is the government, industry, academia, and the research sectors to collaborate and co-create to make this happen. 此外，林郑月娥还参观了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第37届秋季电子产品展。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商贸平台，此次展览吸引了全球近万家企业。林郑月娥表示，香港拥有一国两制、法治、金融和地理优势。日后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打造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In the coming few years, Hong Kong is entering a period whe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oexist. This also applies to INT development.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u Bay area will bring exceptional opportunity for Hong Kong to join hands with Shenzhen and other Bay area cities to develop an international INT center.Very much like the Silicon Valley. 林郑月娥任内首份施政报告的重点之一就是发展创科产业，除了拨款142亿港元发展创科教育和智慧城市等领域，还将改组和成立多个创新组织。他表示，香港在创科道路上需要奋起直追，力争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城市。方卫视潘月香港报道。好，那么去一下广告回来，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美国国务院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底原因何在，将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下节回来我们会有深度分析，一会儿见。好，试点关注要带您关心，美国国务院日前正式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解释称最终做出这个决定，一方面是出于成本效益的考量，一方面美国希望借此机会敦促联合国进行根本改革。美国形容这并非轻率之举，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反映出美国对拖欠会费持续增长、教科文组织改革必要性和反以色列偏见三方面的关切。As a part of that law, any UN entity that accepts Palestinians as a member state, the US government cannot provide funding for it. The U.S. government has looked at that. This has been a long time that the U.S. government, that predates this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taking a look at it. It's been a long and deliberative process. That decision was finally made. A couple things went into that decision making. One of them was a look at the cost-benefit analysis. As many of you know, we were in arrears.
to the tune of $550 million or so. 美国国会1994年在一项立法中规定，禁止向给予巴勒斯坦成员国身份的国际组织提供资金，因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表决通过给予巴勒斯坦完全成员资格后，美国宣布停止对教科文组织的财政拨款。诺尔特表示，美国决定退出的另一个原因是希望联合国能够采取改革措施。美国国务院当天在声明中指出，仍然愿意以观察员的身份继续发挥影响力。而诺尔特当天在记者会上进一步表明，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愿意做出行动进行改革，美国也将会重新考虑退出的决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五表示，中方将继续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并愿意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有媒体报道称，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出于不断增加的欠费问题，认为有必要对教科文组织进行基本改革，以及教科文组织持续的对以色列偏见等原因。华春莹表示，教科文组织的宗旨是推动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文明相互理解和融合，实现共同发展。他强调，中方将继续参与这个组织的工作。中方将继续积极地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并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我们愿意就此呢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而对于有外媒提到中国退出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竞选，华春莹回应，在目前情况下，中方支持教科文组织根据选举规定和程序来选出符合组织要求及成员国期待的总干事。中方一贯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希望呢为教科文组织和相关领域的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中方支持该组织根据有关的规定选举产生一位符合该组织要求和成员国期待的总干事。中方期待新任的总干事带领教科文组织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和促进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凤凰卫视陈琦、王磊，北京报道。好，那么相关的话题呢，在北京现场我们请到了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贾烈英来我们分析。贾主任你好。你好，雅芳。贾主任，其实我们知道美国在1984年也曾经退出过一次哦，所以你怎么观察哦，他这次退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个时间点有没有什么值得琢磨之处？以及还有没有再次重返的可能？实际上这个关于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原因呢，他自个儿有一些说法。那么他的这些说法呢，如果你仔细的分析，和上次1984年退出的时候是基本上一样的，无非就是三条。第一个就是关于欠费比较多。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组织呢改革不力，不符合美国的要求。第三一个呢，就是这个组织呢可以说是反以色列，对犹太人有偏见，所以在1984年美国退出了。但是后来呢，经过了19年的时间，他又回到了这个教科文组织。那么当时的背景呢，应该说是和他退出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透过美国所说的这三个原因之外呢，我想深层次的原因呢，应该是特朗普上台以来他的执政理念在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案例当中的体现。那么现在说特朗普主义呢还为时过早，但是特朗普执政的一些理念已经很清晰，比方说美国优先。因为现在呢美国的主要的问题实际上来自国内，比方说这个严重的失业问题，还有这个贸易逆差，另外呢还有这个基础设施陈旧，都需要特别多的资金来重振美国经济。所以说美国呢在能够节省资金的这些地方呢都进行所谓的成本和效益分析。刚才他的那个发言人也提到了，实际上成本收益分析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那么特朗普上台以来可以说退好多组织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所以有一种说法，特朗普执政理念叫做退什么什么主义，比方说退出了 TPP， 退出了这个巴黎协定，另外还有威胁退出什么
美伊核这个核协议等等，是吧？对，那么这次推出的是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所以你可不可以简单和我们来说明一下，到底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际上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中国又参与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是联合国大家庭的重要一员。联合国有六大机构，另外还有众多的专门性机构。在这十几个专门性机构当中，教科文组织致力于教育、科学和文化的这种国际合作，传播一些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这种理念，促进文明的对话。那么自从它成立以来吧，应该说做了很多的工作，比较重要的，你比方说啊，一个就是说传播一些重要的理念给各成员国，比方说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已经做得非常的深入了。那么自从这个它成立以来，它就像一个老师一样在教学生这些重要的理念。那么在过去战争当中呢，是对这种理念是很少这个在意的。另外呢，联合国呢教科文组织还对一些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比方说将来的世界会需要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教科文组织展开这方面的研究。另外呢，教科文组织还开展了很多的这种帮扶工作，尤其是帮扶这种发展中国家，发展它的教育、科学和文化。那么中国和教科文组织有着非常好的关系，中国是可以说教科文组织这个来历啊，就是成立的时候就是一个创始会员。另外在二战当中呢，也正是中国倡议世界应该在教育科学文化上面加强合作，后来变成了一种现实。那么中国加入以来呢，可以说从一个学生现在变成了一个特别好的这种怎么说呢，开始传播模式，输出资金，高度深度参与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国家。对，其实我们也看到教科文组织目前正在进行这个总干事选举，但是似乎选了四轮都没有结果，到底为什么这么难选出一位候选人？而中国目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支持了埃及，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想呢，现在这么一个困难的时刻，应该说对教科文组织，那么也正是在这么困难的时候，美国也是选择了这个契机退出，所以它的这个可以说负面的作用呢就更加放大。我想中国呢更多的是出于这种大局的考虑，所以自己主动退出了这种候选人的竞争，转而支持来自埃及的这个候选人。因为埃及呢，我们考虑到它实际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国家，首先呢它是一个文明古国，而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的宗旨应该是进行这种文明的传播和对话。另外呢，埃及还代表了非洲，代表了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领域呢，他的声音一直是非常有见地的，跟中国的政治关系呢也非常好。在过去啊，双方在这种反殖民主义，促进这种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中国的一些牵涉到的人权啊、台湾问题上，埃及都给予了非常有力的支持。所以我想呢，支持埃及应该一点也不奇怪。对，目前社会上还存在一种声音，就你刚才已经提到一部分，就是说中国想争取国际领导权。那么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啊？中国对于参与国际活动以及多边主义的态度和思路是什么样子的？中国现在对于多边主义应该说越来越积极。在当前中国的外交方当中有一句话叫做多边是舞台，实际上现在真正的作为已经远远超过了舞台的含义了。中国现在如果大家注意到，可以说在推动全球化、促进自由贸易方面呢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可以说是这个顶梁柱的作用。那么中国之所以现在这么倡导多边，和中国大国地位的提升以及当前国际上出现了这种逆全球化、出现了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是分不开的。当前实际上全球性问题非常多，如果大家都不管啊，这些尤其是安理会的大国
走向这个孤立主义，走向保护主义，那对于世界不是一个福音。所以说中国非常积极，现在对于联合国的支持，无论是财力、人力还是理念方面，都贡献越来越大。可以说中国现在在发挥非常突出的引领作用。但是说中国要发挥领导角色，可能这个说的还是有点太早，因为中国呢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另外呢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呢都有待于提高，这是事情的两个方面。好的，好的，我们先谢谢贾主任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分析。那么先休息一会儿，回来还要带您关注其他的重要消息，我们一会儿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星期五对百名红通一号人物杨秀珠贪污受贿案依法进行了公开宣判，以贪污罪、受贿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年和5年，那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并罚款80万人民币，追缴违法所得2600多万人民币。被告人杨秀珠被指在1996年12月至1999年5月，利用担任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温州市市长助理、副市长、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款共计人民币1904万多元，为请托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35万多元。那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杨秀珠分别构成了贪污罪、受贿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那么由于他主动回国投案，如实供述罪行，具有自首的情节，认罪悔罪，积极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及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在香港，20人在2014年非法占领活动期间，涉嫌违反法院颁发的禁制令。星期五，法官裁定所有被告罪成，择日判刑。法官宣判后，之前分别因闯入政府总部东翼前地和冲击立法会，经过刑期复核判监，正在服刑的两名被告，前选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和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明，由囚车押解离开高等法院。20名被告被控于2014年11月非法占领期间，涉嫌违反法庭禁制令，阻挠清场。判司指有关禁制令由申请至颁发，传媒一直广泛报道。传媒也有报道会进行清场行动，对各方人士的种种警告很清晰，任何香港市民都不太可能会理解错误。法庭认为身处现场的人士都应该明确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法庭认为各名被告身处现场，令执打主任和警务人员的清除及移走障碍物工作增加困难，他们的行为事实上是拖延经修订的禁制令的执行。法庭认为各名被告的行为严重干扰司法工作的执行，最终裁定所有被告罪成。前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和黄之锋等11名被告早前已认罪，而黄浩明等9人则否认罪行。法庭没有求情和宣判，那法官就职由于正在审理香港前特首曾荫权的案子，因此呢，宣判的日期是有待于确定。凤凰卫视金小飞香港报道。近年来赴日选择自驾游的中国游客增多，但是由于交通规则不同，交通事故也在增加。近年来赴日中国游客剧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驾游。这家租车店今年接到中国游客的订单较去年增加了20%，但由于交通规则、驾驶习惯不同，交通事故也随之增倍。为了防止事故发生，店家准备了中文手册，并将日语道路标志翻译成中文，还安排了会说中文的店员。やはり日本の道路事情になかなか慣れられないので、やはりその辺で標識です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で、見分けがつかないとか、事故が増えてきているのは確かです。日本国土がやはり広くないものですから、道路もかなり混んでおりますので、やっぱりスピードを控えてですね、安全運転で お帰りいただ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开慢一点呢、其中这里是一般同香港慢有一点点的分别。例如
左拐，在香港没有行人通过的，在日本会有行人通过。根据日本交通事故综合分析中心的统计，外国人自驾游事故案例逐年递增。2016年全年共发生81起自驾游死伤事故，其中华人游客占一半以上，居外国人之首。ちょっと右折するときとか左折するときに、まあ、間違って、つまり本来の日本で走るべき左側でなくて、まあ、ご自分の国の、まあ、右の方に入ってしまって正面衝突とか、例えば景色がいいとかなんかでこう見とれてしまうと、いつの間にか右側が左が走るべきが右側に行ったりしまって、そういう意味でさっき申し上げたような正面衝突とかいうのも考えられますね。此外，中国大陆没有加入联合国道路交通公约，无法直接凭国内驾照换取国际驾照。部分游客被曝在网上直接购买菲律宾驾照，在换取国际驾照后自驾游日本，这也引发专家忧虑。部分租车公司计划查证游客的菲律宾出入境履历，加强安全对策。凤凰卫视赵瑞、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在四川雅安和卧龙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36只今年出生的熊猫宝宝们首次集体亮相，大写的蒙字写在脸上。节目最后就带您一块去看一看纯天然的熊猫表情包。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华文大直播，我是谢雅芳，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再会。